欢迎再回到尔达电视台现场。那么现在进行的是男子世界杯的冠军战。好，这场比赛呢将是由画面上方的反胜，但是从去年的这个亚锦赛到今年呢不及了，那许昕呢被他的对方啊、哦、反身中手调动，哦还是撤的哈、哦。这选手呢就是靠步伐能够进攻啊、哦，所以步伐上呢就不需要这么大哦。哇，也是没有机会进攻哈，这个哇，一个侧身动作，我太了解你要侧身了。你可以看出，一局第一局连续打了五分了。基本上呢，平常应该是一起在训练的啊，太了解了。哦，现在许昕呢也不大敢侧开了，明显的了哈，这个球也是对许昕来讲已经是被动中在做一个。他还没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。那许昕呢，则是有一位，可惜他碰到是马龙，以0-4输掉。对，这种啊，所谓的自己内部的球员啊，对方很了解他的整个移动，还是没有撤，还是没有两边攻。那直拍呢，当然单边攻的就非常辛苦。一板，结果呢，你直接的这么快速。啊，那我单面我怎么去跑？没机会嘛。但樊振东取得了9-2。哦，利用反手打呢，大概又是反手。哦，在整个移动呢，受到非常大的影响，又是反手。哦，他成功。哦，在第一局看得非常清楚啊，许昕他怎么打就。不撤了，偶袭相当熟悉的对手许昕，目前1-0暂时领先。打出这么快的对角线呢，事实上会影响许昕的一个侧身呢、啊。哦，终于做一个侧开进攻。哦，那当然许昕的能力就展现了哈，还是以正拍来对抗。哇！哦，哇！质量呢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。那这个从第一集到目前来讲哈，事实上年轻的樊振了解许昕要撤，我就哎又带开了。哦，这个技战术的整个布局也是被调开的啊、哦，完全被调开。樊振东的整个赛前呢，已经做了很好的功课，他的一个想法。哇，好，那樊振东呢，基本上能摆短，他会尽量，非常的希望能够赢球了。选手两个最清楚了，裁判也不见得是100%。哇，一样啊，就是蛮快的，哇！许昕完全没办法撤开，哦，他的拉球的质量发力，哦，哇，又是都很有信心了，哦，这个球他也不敢撤，完全不敢动啊，不敢。反手呢？哦，不需要太多的移动哦，发出力量哈、哦，这个是八。樊振东还哦，不急，好，哇，我被看得非常清楚，对。哇，我又是秒，最主要洗心哦，再度拥有局点。哇，因为是横拍，所以它速度很快，哦，控短。像前场比赛的发挥，哇，强劲的拉球，许昕要撤开，结果呢位置，那对许昕来讲，怎么去追呢？哇，这个球。
这个目前因为桌球的强调的是速度球，那直拍的选手呢，那这个球摆短，麻烦了，哇，继续摆后面，喂，哦，这个哦反手拧，哇，这个位置打错了，一般我想黄振东啊，有机会还是会打到他的反手位了，哦。哇，这个许昕哦，这确实也蛮辛苦的。这种你看，啊，哇，这样的落点来挤压哈，还反拉，所以影响太大了。他到底的机会，哦，就是反手哦，好，这个球这是摆明的了，发力的进攻了。哇，就是来瞄准许昕反手的地方了。哇，这很难出现哈、哦，能够在许昕正拍呢，还没有能够。哦，第六分了。可以看出啊、哦，黄振东打那么漂亮啊、哦，往他的正手打哈、哦。好，控球。哇，这。哇、哦。哦打得特别开，对他主要还是逼着许昕反手、哦、的力量比较弱的当中呢，哦一个加速的对上反手，10-6，黄振东呢又是局点，哦，再拼一球，8-10，哦，帅，我想能摆就摆哈、哦，他摆球，好摆短，黄振东绝对领先。世界杯冠军是越来越接近，到目前为止取得了3-0局数的领先。整个作战，哇，腰部也是有点不太协调。对，已经被又是带开。哇，最后表现出呢这个技术又来了。哇、哦，反冲，这个不撤了，我就这看你是不是。哦，就他就是用比较小的动作来回击。哦，哦，这个看起来是许昕撤开，结果啊，这个黄振东打直线。哦，黄振东呢？哦，有位置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。哦。哦，这个太，对许昕来讲。确实是，哇，步伐没有完全没有移。双方呢再回到2分的差距，许昕8-6。哦，好球，这个球哈、哦，事实上也是可以看许昕确实打出的他应有的这个威力了哈、哦。那也黄振东当然哦，3分的。场上拼搏的情况怎么样？哦，黄振东没有拿下来也蛮危险的啦。2-0。哦。哇，漂亮漂亮，这力道也比较强一点。哦，机会球，哇，这个完全被挤压的。哇哇，这种力道你可以看出许昕呢太强劲了，准备好，就是他的左边的位置哈、哦，
马上转身过来做一个反攻。哦，起心呢，根本没有预想到你能够这样打。有了，我还是要来漂亮的一球啊！啊，不急呢，这个就蛮成。哇，有了！哇，哇，又过去了。接发球哈，有时候就是控制不是很。哇，对喜新来讲，他完全没有准备要进攻。有了，几率不高了，还是你哇，被逮到了，被人逮到机会了。8-8，哦，也是单打比赛必行。哇，机会来了，好，摆好，哦，好，来一招，哇，哇，哇，摆短，哇，世界杯的最后金牌头衔。对，这场球赛哈，那是五五坡了，但是季战赛樊振东确实。表现的可圈可点。刚才我们提到呢，从去年这个亚锦赛开始，樊振东对上许昕呢，基本上他是能够掌握场上的局面，而且取得了6胜1败，加上许昕。